山大。
长，尊敬的唐真武主席，尊敬的库纳果夫先生，尊敬的各位领导，各位朋友，女士们，先生们，大家上午好。油画院院长、黑龙江省俄罗斯油画交流研究会会长、哈尔滨市奉月俄罗斯油画美术馆馆长陈凤月先生致辞，掌声有请。我在这里啊，说的第一句话呀、张新良秘书长、李新教授、邓中谦先生做了许许多多的工作。国家协会主席石峰先生致辞，有请。刚才那个陈馆长热情接昂的讲话啊，非常令人激动。这个很高兴来参加这个大连开幕式，也是我们开幕仪式。馆长也说了，因为他们两位合作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合作，强强联手啊！啊，因此我预祝我们这个319美术馆在今后啊。发展的前途，我想我们的杨总是很有眼光的啊，在大连这样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地段啊，这个作为贵宾同行，大家上午好。